台下观众随着音乐跟着主持人的指示拍动全身。台湾优质声音协会举办的2024爱传承关怀演唱会在三总展开，邀请热心公益的老中青三代艺人登台演出，院长也特别致辞感谢。谢谢这个协会啊，在我们这个院庆啊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啊，来这个来把这样子的一个欢乐的气氛来带给我们这些病人啊，包括我们的志工，包括我们的医务同仁。我们致力于关怀一些长辈朋友们，还有一些心智障碍的小宝贝们，希望呢在音乐上面可以让他们充满着温馨，充满着欢笑。我们尽我们的全力去做，但是17年来我们依然是捉襟见肘。谢祖武出席演唱会，号召大家一起热心做公益，以爱传承的理念，将感动与温暖播种至台湾各角落。许多艺人卖力的演出，将温暖的歌声传递给台下观众，而资深艺人林冲不畏病痛，坚持公益演出，爱心感动全场。我希望在座各位朋友自己也要小心，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走路也会发生事情。我也很希望社会上很多的人士也能够帮助更多角落上需要关怀帮助的对象。其实只要你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拥抱，你知道你可以安慰帮助多少人吗？爱传承关怀演唱会至今办理迈入第17年，除了让弱势及社福团体可以欣赏演出，也鼓励社会大众参与，呼吁一同帮助更多需要关怀的弱势朋友。人间新闻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